啊，不闹了，哈 哈、啊，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梅子苏米，欢迎来到我们的元柚子欧雅的哈拉台。没有，刚刚又只是单纯无聊，然后就想说放一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我的影片抛了，刚刚那个发言的爸爸都没有再发了我们，天哪！真的是，我的影片 po 了，在七点多的时候就 po 了，然后我觉得这一集不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剪得很失败，我居然把就是居然把我自己讲的话给卡掉了，这是陈一号，我是梅子，哈哈。没有啦，今天的哈拉台是我主持哦。就是各位新来的爸爸们，你们在打字之前啊，你要先看一下我们上方的公告。那就是公告，我们就是有几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对不起，不是阿神，阿神很忙的。就是要注意，就是不要洗屏，然后就是你打字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用词，那也不可以贴广告，贴广告的话我们就会 ban 掉。然后这边因为是我们的哈台，那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就是不开放点歌和拍卖，然后自己要用最小最小的字体哦，反正就那些繁文缛节，你就是看上面的公告就对了。对啊，今天只有我，他们都把我抛弃掉了。今天本来是阿静啦，可是他刚就是突然就要去看医生，然后也不晓得他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反正就在这边祝福一下阿静，希望他身体没事。你为什么要说人家去看精神科？他是看哪一根筋？没有啦，好啦，我告诉你们，其实他是要去看那个护士。他为什么要去看护士？目的是去看护士。你怎么知道人家去看护士？他脸上有血啊。可是你们是去医院，你们都是去看护士啊。今天去买手机也是去看小姐。所以买手机都会去很多次啊。所以你爸妈带你去买手机的时候都会跳很多次，懂吗？这就是代表说，可能你爸也想看这个。不会啊，我手机都自己买，为什么要去看人呢、啊？真是天下男人都一个样。各位爸爸们，奉劝各位，你们要找另一半，尽量找正直的，千万不要找那种会看美的。阿神，拜托，我真的觉得，只要是男人，没有一个人不爱看正妹的。这个是，讲白点是世界上的真理。你不要说阿神，就连阿神走在路上都会看别人的妹，好不好？没有，你们要知道，就是男生看正妹就有如夏天的冰淇淋一般，他们就是必须适时的让眼睛去吃冰淇淋，然后就可以保持他们身心愉悦。所以其实就是要是有男朋友的女性爸爸们或有男朋友的男性爸爸们，当你的男人去正在看别的妹或别的帅哥的时候，请不要阻止他，你就让他保持身心愉悦了。其实也不是说不够看，你要知道就是其实有一句话真的还蛮中肯，就是别人家的饭比较香。也就是说，就是这句话可以翻作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得不到的比较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对，别人家都比较好，那别家便当都比较香，所以狗子每次都想要去偷吃别人的便当。不要打注英文了，打注英文会被 ban 掉哦。
然后尽量不要让，其实尽量不要增加我们管理员们的困扰，他们很累的。好，在这边先谢谢我们的管理员，这么努力的管理这几条电视。没有啦，其实我今天不是很兴奋，其实我很久很久，其实自从我上一次结束，就是上一次的音乐台结束之后，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就是这样跟大本们聊天了，所以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对啊，就什么叫我有没有男性友人？我男性友人还蛮多的、啊，可是，该怎么讲？男性友人，阿神不会吃醋耶，我发现。突然讲到那种，你就发现阿神不会吃醋，应该是说他吃醋的时候，他不会讲出来，他也不能讲随和，好不好？他是那种闷骚的，他是非常闷骚的那一种。唉，没有，我每次在主持这种哈拉台啊或音乐台啊，大家最想听到就是我去爆阿神的料。好啦，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听一下歌，好，让我喝口水，我还没有去，我忘了倒水进来，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吧。回来了，这一首是我刚刚在那个，就是在粉丝他的留言板上面看到一位爸爸他分享的，然后他说是非常适合小夏的主题曲，然后就听起来就还蛮，就是还蛮可爱的一首歌，好吗？那要是大家想要知道这一首歌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这个关键字。对，这样就可以找到那一首歌哦。很好，我们继续爆阿神的料。不要，我觉得这好像在卖人哦，不要了。
然后我刚刚有看到有一爸爸一直想要我回他，就是说阿神喜欢的人是谁？阿神喜欢的人非常的多，好吗？阿神他很喜欢他的爸爸，很喜欢他的妈妈，一定很喜欢，也很喜欢他的阿嬷。最喜欢，最喜欢这我就不知道哎，我不喜欢他内心的排名。阿神有女朋友吗？有啊，就是鄙人在吓我。然后，阿神跟阿仙他们是好妈吉，所以他们是好朋友，好妈吉。然后同窗几年阿仙，阿仙人不见了。没有，他们其实他们是从国中的朋友吧，到国中的好，所以其实他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都是互相吐槽。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不晓得是谁惹谁生气。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阿仙生气，然后我有一次就问阿仙说：“阿仙，你都不会生气吗？”然后阿仙就说：“不会啊，他会生气啊。”我说：“可是我都没有看过你跟阿仙吵过架。”然后阿仙就说：“怎么会没有？”我说：“那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吵架的？”然后阿仙就跟我讲说，就是那一天好像是阿仙他想要睡午觉，然后就是趴在这里他要睡午觉，然后就阿仙一直乱他，然后后来阿仙就非常生气，然后就去骂阿仙，然后他们俩就吵架了，怎么就是非常幼稚的一个行为。人家只是想跟你培养感情嘛，你干嘛说人家中二？真的是幼稚鬼。你们两个都一样幼稚好不好？还上课玩那个神奇宝贝。是条喝最小哦。真的是，反正两个人就是非常的幼稚。然后其实一起开来的时候，其实都会互相嘴炮，私底下也常也蛮时常嘴炮，就是了。我跟阿神是国小的学姐跟学弟啊，我鞋子穿哪一排？我不知道，我鞋子都穿杂牌。我的年纪比阿神还要大，大二到三岁。我喜欢哪个艺人？我喜欢的艺人很多哎、欸，我喜欢，最近喜欢的艺人是那个尚雷诺，就是在那个丰田汽车里面演那个哆啦 A 梦的，我觉得他超可爱的。阿神身高多少？号称180，实测178。我什么星座？是母羊座，所以。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是属于比较怎么讲？怎么讲？也是疯子，我是一个疯子，因为我是母羊座 AB 血型 AB 型的疯子。我的身高是172哦。看动漫吗？其实是会看啊。阿神三围多少？你要问阿神本人吧，他的三围怎么测啊？最近都喜欢听什么歌哦？其实我喜欢听的歌都是属于快歌哎、欸。
就还蛮多，像是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反正我只要听得顺耳的歌，我都会去听。阿神几岁？阿神现在是大二吧？大二。是大三哦，对不起，我太久没有去 follow 他了。没有，今天实况很难，是因为我一直卡在那个迷宫，然后卡到最后好不容易走到，我就好开心哦。我这一阵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走出花园迷宫。我喜欢什么游戏？我喜欢所有恐怖的游戏，因为我觉得只有恐怖游戏可以让我玩得很认真。而且，我还蛮喜欢玩大富翁的。我记得我以前在宿舍的时候，跟我室友们玩大富翁四代，结果玩到最后，我的室友们一个礼拜都不讲话。大富翁是一个可以测人心的游戏，请大家不要随便尝试。大富翁，大富翁，不会啊，我不会被射箭抓，为什么要被射箭抓？反正大富翁这种东西玩到最后就非常恐怖，因为你要害谁？其实要是有电脑的话，先解决电脑，等到大家共同的敌人解决掉之后，就会变成，就会开始解决自己人。对，讲到实体派的影之书，就是很多爸爸们想要阿神实况影之书。那其实讲明白一点，我自己很想要玩，可是重点是我们没有游戏，所以我们想要实况也没有办法。所以真的不是我们不实况。对，影之书要买，影之书要买，我们自己没有游戏，是我们没有办法实况。等到我们有游戏的时候，我们就会实况。阿神跟阿千谁比较帅？这个问题不是很明显吗？当然是阿神比较帅啊。对，我整个偏袒。是有什么恐怖游戏吗？其实我觉得自从我国中以前我都会怕恐怖游戏，可是我国中以后就不会怕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某一天就突然玩恐怖游戏，就觉得没有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记得我在玩 PS2 上的一款游戏叫那个叫什么。那一款 PS2 的游戏，那一款叫什么？三个字，那一款游戏叫什么？什么岛的？什么岛？对，死魂圈！对，死魂圈！对，自从我玩了死魂圈二代，然后就是有一关我一直过不了，而且当时我也很怕，就是那个岛上的僵尸。然后有一关我一直过不了，因为我一直被僵尸发现，然后就死掉。然后一次会怕，两次会怕，等到角色死了十几次之后，你就完全麻痹了。从此之后，在对于这种恐怖游戏都几乎就是什么东西啊？我是长发还是短发？现在应该算中长吧。上半是男生还是女生？上半是可爱的女孩。为什么可以说话？你好，我是梅子，很高兴认识你。我会接实况医书啊。林美涵的中医，我现在我的实况可能就会，我现在就已经改名，我现在怎么讲？
林美堂，我会再找机会实况，就是会再用实况把它补完。然后移速的部分，我也会用实况把它补完，因为那种游戏，反正就那种游戏就是因为很长，就觉得尤其是移速那种东西，15分钟一集的话，会玩不完。我会玩买快啊，可是我没有阿神那么专精，所以很多东西像是什么模组啊，那些我的没都是阿神帮我弄。玩恐怖游戏会尖叫吗？你看过我的实况，我有玩过恐怖游戏尖叫吗？我几年级哦？我已经出社会了。今天会实况吗？今天目前没有实况哎。你是不是当空姐？我只能说，我的梦想是当空姐。我的梦想是当空姐啊，可是我的正职不是空姐。阿神瘦不瘦？阿神很瘦，他才六十多公斤吧，60公斤以下。妹子会吃阿健的醋吗？我为什么要吃阿健的醋？等一下，我为什么要吃阿健的醋？谁能跟我讲我为什么要吃阿健的醋？他有抢阿神吗？真的是。我从来不会去吃阿谦的醋啊！为什么要吃阿谦的醋？反正我可以跟各位帮人讲，说我不会去吃阿谦的醋。阿神名字的由来哦，阿神这个名字。要是只说阿神这个名字的话，是真的说来话长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讲，我觉得我必须整理一下，我再跟大家讲。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音乐吧。
fear。有韩肉，我们刚刚聊到哪里？我已经忘记了。没有啦，我们聊到就是阿神这个名字的由来。阿神的名字取自于他的马奇的里面的角色，他的角色叫神者至尊。然后这个角色最初是出自于阿谦手上，所以其实神者至尊这个 ID 其实是阿谦的。然后就是在某一次因缘际会下。阿谦跟阿神他们上马奇之后，阿谦就带阿神去打巨魔像，然后他就是阿谦的神者至尊就把巨魔像打倒了，然后阿神又觉得他的神者至尊这只角色很强，然后阿神就问阿谦说可以把这个账号卖给他吗，然后阿神就非常不要脸的把那个账号卖给了阿神，从此之后阿神就变成阿神，阿谦就变成阿谦，大家了解吗？阿谦，你要不要当事人现身说法一下？然后据阿神 Kuruki， 那 Kuruki 的部分这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当时阿神他非常喜欢就是红树这两个字的日文，然后就希望我去帮忙查看查他的发音怎么念，然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查到了 Kuruki，然后我就跟阿神讲说红树的日文叫 Kuruki， 从此之后我们就一错再错。对，查错了，红树的日文叫做 Hiroki，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可是都念这么久了，现在改又很奇怪。没有诶，我是在看大逃杀的时候知道红树那个字的念法。Kuruki 哦 ,Kuruki,Kuruki 好像是姓树吧，好像是会忘记了。至于阿谦 Kuruki 的由来就是那是阿谦自己随便掰的，所以可以不用理他没关系。那至于我的 ID， 我的昵称梅子是，是因为我早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讲话很酸，我讲话非常的酸，而且就是该怎么讲，然后我喜欢吃酸的，然后讲话也很酸，然后又很当时又很喜欢喝梅子绿茶，然后久而久之大家都叫我梅子了。OUR 是怎么来的 ？OUR 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在跟阿神聊天的时候，然后阿神就跟我讲说，他希望有一个，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把他拍的影片放上去，然后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团体把他的影片跟他的快乐给推广出去，然后我们就是当时就是在讲，就是说那团名要取什么，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忘记是我还是阿仁，就是要讲话，然后就我就是有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说不要欲言又止啦，然后之后欲言又止就这样诞生了。然后至于 O E U R 的简写，是因为欲言又止的台语叫 O E U R， 那就是叫 O E U R， 所以我们 O E U R Studio 就这样诞生了。谁的成绩最好？这种东西没有办法比耶、欸。阿水，你由来刚才已经讲过了。反正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团体就是一错再错，然后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对，我们回不去了，瑞凡。狗其实群中最小的吗？严格来说应该算是。怎么跟狗子认识的？你是指阿神怎么跟狗子认识的吗？还是我怎么跟狗子认识的？要是我怎么跟狗子认识的话，因为我最初认识阿神，然后当时要创的这个团体，那是狗子就有来帮忙，然后我就认识了狗子。阿神跟阿千姐的成绩好，这个没有办法比，因为他们两个领域不一样。纸片模型怎么来的？你应该去别的。等一下，你应该去。对不起，我真的想吐槽。刚才那边问纸片模型怎么来的。先生，你走错棚了。我会吃阿神的醋吗？我会吃醋。我可以很明白跟你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不会吃醋的。我可以跟你很明白的讲，世界上每一位有另一半的女孩一定会吃醋。为什么小夏要加入 OU 啊？当时是因为小夏跟阿神认识，然后就是他们有个约定，就是以后阿神开公司之后就要请小夏来当秘书，然后当我们的欲言又止成立之后，我们就把小夏找进来当秘书了。我对阿神的看法哦，你要我说谎话还是说实话？说实话，我对阿神的看法就是他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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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的一个人。至于什么叫木头呢？就是今天可能，该怎么讲？你让我想一想，就是可能今天我们两个走在路上，然后我就是可能跟阿神讲说，他说我好冷哦。然后阿神就跟你讲说，还好我带外套，就自己穿起来了。这个就叫做木头，大家了解吗？好啦，那我跟阿静认识是后来，我跟阿静认识哦。其实我跟阿静之前就早在我们认识之前，我们就有见过面了。可是我们当时还不认识对方，只有阿静认识我，可是我不认识阿静，因为在我觉得他只是小鬼头中的一个。阿静的故事呢，就是在我大一那一年。在我大一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我出去带团，然后带团的那一个晚上，有一个帐篷的一群小学生们，他们把别的帐篷弄垮了，然后后来那件事情我处理了很久，然后我火气很大，
然后殊不知几年之后，我终于知道当年把别人帐篷弄倒的小鬼就是阿锦。对，所以当时只有阿金认识我，并不认识阿金。巧克力大叔怎么加入欲望？巧克力大叔，就因为他该怎么讲，他是很喜欢巧克力，他的就是讲话谈吐吧，然后还有他的思想就是井井有条，就非常的清楚。然后思维清晰，所以阿神就把小 K 踏入了，就是请他加入我们团。小 K 为什么是大叔？因为他是万事都年纪最大的。我觉得我稍微去倒一杯水来喝，不然我喉咙好痛哦。来，我们听下一首音乐。
All alon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but I know that wouldn't happen. The sun just walking, clouds in the sky. I better laugh it off, all the things I've done for you. Is it an easy thing to do, or is it difficult to do? Except the fact that you have gone without me and taken another step. I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true. I want to hear the words from you. How can you not find out that you were meant to me? I'm a stupid little clown. I can't see, I can't hear, I can't be away from you.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so hard to breathe. Yes, look at it, this is it. The fit between you and me, there'll never be chance for me to get to you. Even you put me down, the world still spins around, spinning around and around as if I am nothing at all. But just a blink of an eye, must be what they call L-O-V-E at first sight. Is it a chance to be us too? Or is it meant to be us too?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leave behind the answer you have said. I can't resist the warmth of you. No matter what I've tried to do, the smile on your face, the happiness you bring,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 just makes me strong. I can't see, I can't hear, I can't be away from you.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so hard to breathe.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how can I breath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won't be the same. Everywhere, everywhere I go is you. I can't stand no more lying down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pick up every single piece of me. All I see, all I hear, all I feel is fading out. All I breathe is you, I breathe. Yes, I'm the one that you always told me is so fun. We'll always be the same, cause I know you. Me free. La da la da la.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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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回来哟！啊，刚刚我们聊到哪里了？我不唱歌，我今天喉咙其实不是很舒服。阿哲他们一直谁先表态，我们没有人表态哦。我可以给我们跟各位爸爸们讲认真的，我跟阿哲在一起，我们没有谁先告白的。我还蛮喜欢，哎，对我还蛮喜欢他那首歌。
我觉得他神在一起，我们没有谁先告白，就是那种像自然，可能就是你走路走路走一走，手就牵在一起那样。我觉得阿神帅吗？其实那个问题我已经从阿神出来到现在，我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了。我在我心目中，在我眼里，阿神是最帅的。其实阿神不傻，他只是不太会表达他的一些事情。为什么阿神还没有放寒假？所以人家问他们学校为什么不给阿神放寒假？巧克力和小虾是什么关系？分别是巧克力和走廊水桶的关系。小虾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秘书，那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尽心尽力的，所以就是可以怎么讲，可以认识到小夏，然后把他请来当我们二一娃的私人小秘书，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哎呀，这什么下公式，你不要去离巧克力那边乱讲好不好？真的是，巧克力跟小夏经常吵架吗？其实他们不能算吵架，他们就只是算斗嘴。有时候看他们两个在那边斗嘴是一件非常好，就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他年轻的小夏，哇，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娱乐吧。阿谦，你突然说一下，你为什么要说，就是每次都要欺负小夏？有被搭讪过吗？我觉得也不能讲，我觉得应该就是有啊。我记得我以前在 7-Eleven 上班的时候，我有收过客人给的情书。可是后来我看都没有看，我就把它丢掉了。也不能讲好狠，只是。欸，等一下，这个你们要听我解释，为什么要把他的情书丢掉？第一点，当时我已经跟阿神在一起了。第二点，我跟他就讲白一点，我跟他跟写情书给我的那位兄台，说明白一点，我并不想有进一步的关系。二来，我觉得没有必要。交往多久？一年多两年吧。其实我没有去很，其实我没有去很清楚去记这一件，记这个时间。阿神是什么学校？我不知道哎。二月啊，谁最正？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啊。我几岁啊？我已经老大不小了。我这已经老大不小了。唉，对啊，三五十了，我可能讲白一点，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都被我的朋友们叫天生老妖精。我跟其他谁比较老？当然是巧克力比较老啊。阿神跟梅子谁比较大？年龄吗？年龄当然是我比较大。我最想跟谁一起实况哦？其实我觉得只要，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想跟谁一起实况，就是只要有人，就是我去，可能今天心血来潮，可能叫阿纪，那阿纪他 OK， 他点头，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一起实况。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3月17号啊。为什么是老妖精？可能讲话，我讲话有点背哥哥了，就是有点，有时候让人家不讨喜，然后就被人家这样讲。狗子名字的由来，其实我对于狗子的，他这个名字的由来，我是真的不了解。
就是我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去问过他。反正自从我认识他之后，他就叫狗子了。我不晓得狗子之前叫什么、欸，可是我自从认识他，他就叫狗子了。狗子也算是最初加入 OUR 的一个一位成员吧，就因为他在初期的时候有帮我们很多忙。阿神对我好吗？还不错吧？为什么不叫猫子？有啊，狗子在四月一号那天就叫猫子哦，因为四月一号那天是愚人节。名字英文说喵喵加 Y， 名字的单字叫 plum， 就是李子、梅子的意思。那加 Y 是因为多一个音节，念起来比较方便。然后阿神觉得，我觉得就是阿神跟我讲，那他建议我后面多加一个音节变 Y， 就变 plumy， 让大家念起来也比较好念啊。有人跟我同样生日，好开心哦！我有伴了，我也送他牵了触手吧。没有啦，他是阿天，讲明白一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人，而且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跟他讲，然后他也很非常愿意去替你倾听。阿仙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人，其实拿来当男朋友非常的不错。斑斑的由来哦，我也不晓得，我从来没有问斑斑的由来。丹丹，丹丹好像是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个丹字，然后丹丹的全名叫丹扎奇洛，丹仔牙奇洛，然后简称丹丹。没事牵过阿神的手吗？你觉得？对不起，我愣了一下。狗子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知道、欸、我只听说狗子对二次元没兴趣，哎、欸，对三次元没兴趣。为什么阿基有皮卡丘？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他是迷神奇宝贝吧。九个人实况好乱哦，有机会吧？九个人实况真的还蛮乱的。阿神平常会吃醋吗？重点是阿神要吃什么醋啊？平常也要，平常吃醋也要有醋让他吃啊。阿神有没有男朋友？阿神没有男朋友，他只有女朋友。在现实之中，我不会直接叫阿神阿神诶、欸，因为讲白一点，就是阿神这个名字，要是在路上叫的话，可能有爸爸刚好听到直接走过来。我会不会玩那个超？其实我还是不太会念超的日文，是念什么 ？misao 是这样念吗？嗯，我有机会的话我会想实况，可是因为听说作者就是日本的原作者好像没有授权给汉化组，所以其实我想实况还没有办法实况。反正我会想要玩。因为听说是一款非常猎奇的游戏，皇后也会玩啊。我们一款游戏一款游戏慢慢来嘛。你要我一次实况很多有点难。各成员生日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里面查询哦。梦日记我查过，可是我发现我下一下来的时候不能玩，我就只能黯然的放弃它了。
我的性向，我是正常性向。好啦，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就今天来做一下总结吧。总结，对每个人的感觉好。第一个对阿晨的感觉，对阿晨，他也许不是一个，讲白一点，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那阿晨也有他的缺点跟他的优点。不管怎么样，就支持他吧。然后再是阿谦，阿谦这一个人该怎么说呢？有时候虽然是非常令人讨厌，可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很多事情都可以跟他说。虽然他有时候讲的话非常刺耳。然后在小夏，小夏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女孩。那虽然他有时候会因为脾气，然后就可能突然爆发一下，可是总归一句话，他是一个，他最初最初的目的就只是想要把事情做好。巧克力，不好意思，巧克力，他，有时候还蛮讨厌的，只是他是一个你有心事的时候可以跟他说，然后他可以把事情分析得很清楚的人给你。然后阿静，
对我阿信，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啦。毕竟带团的时候，当年小文宣是他，所以对于他是一个好朋友。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反正对阿信就大概是这样吧。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然后，狗子，他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我突然觉得，就是他算是深藏不露的一个人吧，会的东西很多，而且非常的有能力。可是缺点就是神出鬼没，有时候找不到他的人，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丹丹，其实说他是傻大姐也不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心的，非常有耐心的一位姐姐，但只是对有些事情后知后觉。可是当他知道一些事情之后，他会非常非常的分析的非常透彻。其实就讲在那里，其实丹丹他不能算是傻大姐。然后还有谁没有讲？慢慢吗？慢慢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每天都在画画，那就只是为了，就是每天都在精进自己的画功。然后对于每个人都非常的亲切，就感觉给他抱一下就如沐春风那种感觉。应该讲了吧？还有谁？阿神、阿千、丹丹、板板、狗子、阿静、巧克力、小夏。对，我讲完了。我对于我自己吗？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讲的，甚至都自己人还评论什么？哇，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其实必须去努力的。而且讲明白一点，我开始矿拍影片的时候，多少还是会词穷。那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而且，该怎么讲？希望自己能更上一层楼吧。各位爸爸们，爸爸们也是该怎么讲？有时候会令人很开心的存在。啊，有时候看到可能很累的时候，然后看一些爸爸的脸，就觉得奇怪，这群爸爸怎么会这么的，就是你们的聊天话题怎么会这么的引人发笑。所以有时候看到你们就觉得，天哪，为什么这一群人总是可以这么的脑袋感觉怪怪的。好啦，现在是晚上10:05，那我们今天的哈拉台就在此结束。那么就是在刚刚阿晴也发影片了，那今天7点的时候我发了《爱灵之志》episode 4，然后阿晴他发的是那个什么刺客教条。然后阿神玩的是他最新买的一款游戏，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哦。那记得看的时候帮我们点一下影片中下方的广告，这样就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收益哦。那么最后就感谢各位爸爸们这一个小时的聆听。那么要讲出我召唤的台词吗？我已经很久没有讲了，其实有点词穷。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那我已经忘记怎么讲了。我真的已经忘记怎么讲了。如果好啦，那我就简短一点，就把你的垃圾带走，留给下位爸爸干净的空间。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欧一波瓦哈拉台就会为你带来一个小时的聊天。
那么我们明天见喽，大家拜拜。